不但是死了天尊的坐骑，这坐骑还伤了青丘的小殿下。说起来也是本尊的错，明知此兽魔性未尽，还把他带到这九重天，惹下这么多祸端。要罚也理应先罚本尊才是嘛。天尊言重了，既然灵宝天尊为你们挡住了这一罚，你们都要记在心里。 素锦，起来吧。是。你二人，退下。等等。虽有天尊替你们求情，但是本君还是难以轻饶你们。自今日起，一览芳华的所有人都要禁足，没有本君的准许，不准离开洗梧宫半步。奴婢遵命。 师弟啊，师父他老人家也过来了，咱们去给师父请个安吧。夜华，既然你师父来了，快去拜见他。是。送他们回去。是。 多谢师兄出手相救。哎，幸好黎靖义君前来寻我，否则依照天君的脾气，恐怕是要了那姑娘的性命。黎靖义君，前几日就是因为他的坐骑放火误烧了昭华宫，还险些伤了素素姑娘。也正是因为如此，他今日。 才肯出手相救，管了这个闲事。哎，夜华，想当年你二叔如何受宠，又如何因为一个女人被贬去北海，这些你都亲眼目睹了。凡人毕竟是凡人，并不适合待在这里，早早的将他送走，还能保住他的性命。 都退下。是。